楼上没有 WiFi。哦，不用紧了，可以的嘛。我们先听改先啦。啊，先听改先。哇，表姐的 designer 极顶嘞，看到吗？哇，美嘞。哇。不是我啦。哦，哈哈。是学学 design 的。来，各位朋友们，来晚上好，来进来的朋友啊 ，OK， 谁在里面打一个再上来，说一声晚上好，或者呢 ，say 一声 hello。Hello。OK， 来给我知道谁在里面先啊。OK， 呸哈咯，分享了，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啊。所以110位朋友们来进来的朋友呢，来帮我分享这一场直播。OK， 分享了过后呢，来打上一个2号上来。等下这一集呢，介绍你们一个很健康、很健康的产品。OK， 啊，你们如果要像表姐呢，那么青春美丽，对吗 ？OK， 就要用我这个产品。对。OK， 就是要我用的产品啊。OK， 那。已经装修到很美，给你们了，看到吗 ？OK， 差不多已经是要好到完了，所以来讲，改次你们来面交来讲是吗 ？OK， 来面交的朋友啊 ，OK， 会有一个很舒服的那个地方啊，给你们在那边慢慢欣赏我们的产品。对 ，OK， 慢慢欣赏我们的产品啊。那么当然呢 ，OK， 你们的钱包会出多一点，出多一点啊，因为你们遇到的是表姐嘛。来啊！所以表姐是在做什么啊？表姐呢，已经是刚刚啊，把所有这个这整间 office 啊是执到美美了，执干净啊，执干净咯。来 ，Tracy 顺来 ，Hello 二号分享了啊 ，Live YK 你不在啊，你不在你又会讲话的。Yap David 表姐姐姐你好，来你好啊，你好 David。Ken Cole 来也是一样啊 ，Hello 啊 ，OK。所以呢，Miss Leong 很美啊，哇，你这么你知道她叫 Miss Leong 呢？为什么知道我叫 Miss？ 啊，为什么知道？我真的是叫 Miss Leong 呢？她真的是叫那个 Miss Leong 呢？我姓梁的。啊，我叫梁嘉文啊。梁嘉文啊，啊，哇，辛苦了他们了，看到吗？辛苦了他们了。办公了。这个是啥？这个是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这个是表姐的妹妹，她叫傻妹。啊，傻妹啊，在我那嘎基莫他们叫她傻妹，所以改次你们来面交的时候啊，你们找不到表姐，你们就讲傻妹嘞，傻妹还变抖啊，她就会跑出来了，她会拱多多样子啊，咚咚咚咚咚咚 ，OK， 来，不好意思了，傻妹，哎，看一下，给人家看一下你的真脸一下，所以280位朋友啊，来进来的朋友呢，来先帮我公开分享这一场直播先，帮忙帮我分享先啊，分享了呢。打上来一个二号，打上来一个二号啊。那么如果是有新朋友对吗？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呢，来打上来一个一号先，给我看看呢，谁是新朋友，谁是新朋友啊？那么如果是有跟 Online Gakimo 买东西的朋友对吗？记得如果能的话，你在我们附近对不对？记得过来面交。对，直接过来面交，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产品呢是不能呈现在直播的，为什么呢？比如说这种白杠系列啊，太多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直播卖的话呢，基本上呢 ，OK 会比较难呈现 ，OK。所以来讲，你们直接过来面交对吗？好像这种白杠系列呢，你们全部都可以买得到，很多很多有很多那种十块钱的东西，比如说你们看啊。这种白杠的这种盘啊，你可以拿来，可以煎了整条鱼放下去的，对吗？外面买要二三十块，今天在 Online Gaki 十块钱 ，OK？ 有很多东西给你们选啊，所以来讲，如果你们有跟 Online Gaki 买东西的朋友们 ，OK？ 记得过来面交，明白吗？记得过来面交啊，面交顺便可以看表姐啊，看表姐，表姐会亲自 serve 你啊 ，service 你啊，她的 service very good。哈哈，有点好像怪怪体嘞。没有啊，我讲真的啊，你的 service 不是很好咩？也对啦。OK， 那么如果呢，一号的新朋友来，很多一号的新朋友啊，那么一号的新朋友呢，来记得帮我做一个动作，就是 like and follow 我们的 page。对。然后呢，设定优先观看。OK， 因为呢 ，Online Gakimo 呢，接下来 OK， 今天我可能会今天我是在开着旧产品，那么明天后天开始呢，我会有很多新产品呢会呈现在直播，所以来讲啊，你们呢关注我们，留守我们一下，留守我们一下啊 ，OK， 如果能面交的过来面交比较好，过来面交就会看到我们的正常啊，不用给邮费，而且还有很多东西给你选。表姐越来越美啊，你是睁眼说瞎话是吗？麦克风，他讲的是真心话。okay, 来啊，
所以呢 ，OK， 我现在呢，今天我介绍这个产品呢，各位朋友们，来，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产品。如果呢是新粉丝还没有买的朋友，对吗 ？OK， 可以直接下单啊，等下 ，OK， 等下直接下单。如果有能力买两台，为什么呢？老公一台，老婆一台，两个人一起健康。OK， 两个人一起健康啊！来，现在我差不多要开始了，给我人数上升到400人先，我就马上开始啊！来，帮我刷一整排 like， 刷一整排爱心给我，一个人按一个爱心，一个人按一个 like 给我，我马上就开始这一场直播，好吗 ？OK， 马上开始这一场直播啊！所以呢，明天后天这样子呢，我会有很多新产品呢，会在直播 ，OK， 会呈现在直播。那么也是一样，全码最优惠的价格，全码的批发价啊 ，OK， 全码的批发价。所以大家明天、后天、大后天留守一下，会有很多新的产品呢，我会呈现在直播。那么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全码批发价，而且人人都买得起，很实用的产品来的，好不好 ？OK， 来，所以呢，300多位朋友们，来，我们现在要开始介绍这个产品了啊。我们要开始介绍这个产品了，来，各位朋友们晚上好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收看 Online Gakimo 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直播平台。OK， 我是 JJ， 旁边这个是傻义。Hello。OK， 所以来讲是吗？来，马上要开始了啊！今天我介绍这个产品呢，各位朋友们 ，OK， 很健康，很健康。如果等如果有人等下单的朋友们，记得买了回家不要白买啊，要天天要天天用，要勤劳去用。OK， 如果今天你有尿酸的朋友们，又或者你每次小便啊会有泡泡，很多泡泡的 ，OK， 你用我这台机都会改善。包括呢 ，OK， 包括啊，每次喝水啊会喝到水肿的朋友，对吗？用我这台机不会水肿的，明白吗？傻义越来越帅啊！哎呀，师妹 ，Hello， 谢谢你啊！天使表姐要回家了吗？对呀、啊，要回家了啊！OK， 哎，你们好像不会刷爱心给我嘞，帮我刷爱心一下可以吗？爱心不够，因为我看到我的爱心不够多嘞，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刷一下爱心？帮我刷一下爱心可以吗？爱心怎样刷呢？我教你们怎样刷。来，各位朋友们，哇，我这个电话有问题了嘞。很贵哦，很贵了嘞。OK， 来，下面呢有 like 有爱心，一个人按一个 like， 一个人按一个爱心给我，来，给我多多个 like， 给我多多个爱心。我今天介绍这个东西呢，来，傻义准备一下，来 ，OK， 准备一下啊，这个是很认真的产品来的。如果你外面买，以前你在外面看到可能1000多块，你不舍得买给你老婆用，也不舍得买给自己用。今天这个东西 Online Gaki 给你全码最优惠的价格，所以你敢买两台去 ，OK？ 记得健康的产品来的啊，健康是无价的，各位朋友们，来，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来自塔虚洛厂家的啊 ，OK？ 这个叫做什么呢？不是水瓶啊，不是水瓶，这个叫做 Hydrogen Bottle， 对 ，OK？ Hydrogen Bottle 啊，就是今天呢，你们把水放了进去，对吗？然后用我们这台机电解出来过后呢，它就是变成 Hydrogen Water。那么 Hydrogen Water 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在位的朋友，我给你们知道啊，很多人很想买那个 Hydrogen 的那个水机，可是比如说今天你要买 Hydrogen 的水机，对吗？要10多千，很多人买不下手， 对不对 ？OK， 很多人买不下手。那么我们人体呢，至少有80%呢是水制造出来的，所以来讲啊，喝水人家有讲过的，饭可以不要吃，水不可以不要喝，明白吗？那么水呢，你们要喝呢都要喝到 OK 是正确的，不要喝到错误的水，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啊，各位朋友们，来，这台机它是怎么样用呢？很简单，首先呢，收到货的时候啊，各位朋友们，你们看旁边这边呢，看这边它有写着了的啊，你们要看好好来，这个是 hydrogen water 啊，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做那个 hydrogen water 出来，所以你们一天最少要喝5瓶，明白吗？一天最少要喝5瓶啊，因为今天呢，你一天如果你有喝5瓶的 hydrogen water， 对吗？就等于你们一天呢，你们要吃100种的水果还有蔬菜 ，OK？ 100种的水果还有蔬菜啊，所以在位的朋友们，来，我给你们知道，等下呢，我会验水给你们看，对验水、啊、，OK？ 如果你对于水那个不了解，对吗？等下呢，我讲完了过后呢，基本上你们就会明白到完了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朋友们，来，今天这台机你们用的时候，对吗？只需要充电啊，里面我们有给你们一条 cable，
OK， 只需要充电，充满电三到四个小时，你们就可以用15到20次。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朋友们，当你在充电的时候，红色的灯，那么如果它满电了过后，对吗？它就会青色的灯。青色。OK， 那么在你们电解那个 hydrogen water 的时候，对吗？各位朋友们，它是呈现蓝色的灯，看到吗？OK， 这个就是氢气啊 ，hydrogen 啊。那么 hydrogen 就是刚才我讲的，各位朋友们，它有三大好处，它有三大好处啊。第一 ，OK， 它可以比如说各位朋友们，你们如果喝水会喝到水肿的朋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细胞很难吸收水分。对。今天你喝这个 hydrogen water， 你不会喝到水肿的。对。等下你们看啊，它电解出来过后呢，它的水中呢会有很多水分子，那个水分子呢就是让你的细胞很容易吸收水分，明白吗？那么第二呢，它这个 hydrogen water 对吗？它可以帮我们排泄掉我们身上的那个自由基，就是毒素，明白吗？ OK， 很多人中 cancer 就是自由基太过高，明白吗？它可以帮你排泄掉你们的自由基。那么第三，今天它可以让你喝到一个是很好的碱性水，明白吗？通常你们家里用的水机呢都是中性。OK， 水有分三种啊，一个是酸性，一个是中性，还有一个是碱性，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通常家里水机都是中性，可是用我这台机电解出来过后呢，它会变成碱性水，明白吗？在位的朋友们，所以啊 OK， 现在我马上开始做实验给大家看。首先第一个实验呢，就是要给大家知道啊，因为很多人对这种科技不了解，所以来讲啊，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到底这台机它电解了过后啊，到底那个水能不能喝的？对，会不会被污染？会不会变成肮脏的水？那现在我马上实验给大家看。首先呢，我们先拿自来水先来，各位朋友们啊，先拿自来水先啊。所以呢，我看一下 comment 来，很多人有刷爱心了啊 ，Cock CK 来 ，Hello 啊。所以200多位朋友们 ，OK， 等下你们要抢购的朋友们啊，记得帮我公开分享这一场直播。如果你分享了对吗？打上来一个2号，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们的分享对吗？等下你们就可以抢购呢，我们最优惠的价格来。所以现在自来水倒了吗？对不对？倒了，倒了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来注意看啊，自来水 OK， 白白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吗？对不对？看不出啊！来，自来水没有煮过是不能喝的，大家都知道它是肮脏的，对不对？来，怎样证明给大家知道呢？来，现在我们用这一个啊。现在我们用这一个 chlorine tester 啊 ，OK， chlorine tester 呢就是 test 那个水肮脏还是干净，明白吗？等下我会把这个水呢，把这个药水跟它倒下去。如果这个自来水它会瞬间变成黄色呢，就是代表是肮脏的水，明白吗？所以来各位朋友们，现在我就跟它倒下去，看到吗？倒了下去呢，来跟它搅两下，看到吗？这个就是肮脏的水，不可以喝的。OK， 有没有看到各位朋友们？那么呢，我们现在我们电解好了的水呢，来，我们同样也是倒下去。OK， 我们同样也是倒下去啊，倒了下去呢，来，我们这边再验给大家看，看它是不是肮脏的水啊？各位朋友们，来给你们看。OK， 现在这个 chlorine tester 来，我也是一样倒下去啊。那你们看啊，各位朋友们，无论我是按多少都好，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都不会变？对不对？它还是一样白色。所以这个实验呢，是要给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呢 ？OK， 你可以安心喝我们这一个水。对，明白吗？你可以安心的去喝我们这个水啊。所以各位朋友们 ，hydrogen water 喝多一点，明白吗？喝多一点啊。第一 ，OK， 它还有美容的功效，明白吗？美容啊。它还有美容的功效啊。来，我看到有很多人打上二号，对吗？感谢大家的分享。来，第二个实验就是呢，我们要测试 ，OK， 水性给大家知道。那各位朋友们，首先我给你们知道啊，你们家里的水机呢，通常都是中性啊，包括呢，我们里面用的水呢，都是属于我们 office 里面的那种普通水机。普通水机的水呢，通常都是中性的。中性。OK， 都是中性的，因为如果你要买碱性水机呢 ，alkaline 呢，非常的贵。对。alkaline 水机至少要几千块了，如果你要 alkaline 再加上有 hydrogen 10多千了，不是人人买得起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会买这个瓶子呢，这个瓶子啊
也是很多人不舍得买，对不对？你们可以自己舍位看价格，外面的这种 H2O 要多少钱，肯定要千多块，对不对？今天我给你全码批发价格，各位朋友们来。所以现在呢，我给大家知道一样东西先啊， OK，你自己家里喝的水是什么水，你一定要知道 ，OK？ 如果你连你家里喝的水是什么水都不知道啊，你就够力了。对，明白吗？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一直在喝着那种酸性水。我们人体本身就是酸性，所以如果你还在喝酸性水啊，你的身体呢就会酸上加酸，很容易重病的啊，各位朋友们，不要开玩笑啊。所以为什么呢？以前我们爸爸妈妈，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家我们自己的小孩子都好，吃多一点水果，吃多一点蔬菜，为什么呢？因为水果和蔬菜很多都是偏向于碱性，明白吗？我们有吃碱性的东西呢，才可以中和掉我们人体的酸性吗？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朋友们？所以呢，这台机大家记得一样东西啊，大家记得一样东西啊，什么水不能电解，我直接讲给你们听。第一，自来水不能，自来水没有煮过的是不能的啊，除非你的自来水是已经有煮过了，沸腾过了过后，你放给它冷了过后，对吗？可以啊，对 ，OK。那么第二，如果你家里的水是 RO 水，不能 RO water 不可以、啊、，RO 不能啊，因为 RO water 呢，它本身它就是属于酸性，所以怎样电解都好，永远改变不到那个事实。明白我的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朋友们，来，什么叫做 RO 水呢？来，我给你们看啊 ，OK， 这种就是 RO water，OK，、okay? 我马上验给大家看。等下呢，大家呢，你们注意看这张图 ，OK， 我验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如果验出来是有带这种红色橙色的，这种就是酸性水 ，OK。普通水机出来的水呢，通常都是 7.0， 都是属于叫中性 ，OK。那么等下电解出来的水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呢？等下你们自己看啊，各位朋友们，来，现在我们先验这一个 RO 水给大家看先啊 ，OK。这个 RO 水啊，你看到吗？我们现在测试呢，它是属于什么性的水来？各位朋友们注意看啊 ，OK， 那摇两下给大家看先，看到吗 ？OK，RO 水呢是酸性水，看到吗？酸性水啊，你们自己看得到了，看到吗 ？RO 就是酸性水，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来，现在呢，我给你们看啊，我们里面那种普通水机出来的水呢，我验给你们看是什么水 ，OK。我们里面呢，这瓶啊，我们这两个hydrogen water里面呢、啊，这两个瓶子里面呢，我们是用那个普通水机的水，可是经过电解了过后呢，等下它会变成碱性水，明白吗？所以来，我先看一下comment先，很多人有打上二号啊 ，OK， 很多人有打上二号啊，来，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OK， 所以呢，今天有优惠给大家来抢购。所以啊，各位朋友们 ，OK， 优惠价不多，只有30台。如果是每个人买两台的话，基本上呢，只有15个人可以下到单。对，明白吗？因为厂家呢，他们有在线下卖，他们是卖1099。等下呢，我给你的价格是批发价，你们意想不到的。所以来讲啊，你们记得要分享啊。OK， 现在。有谁很想要知道价格的朋友，对吗？麻烦你们打上一个八号先。八号。麻烦你们打上一个八号啊，给我看看有多少个人有打上来八号，对吗？我就直接报价给你们抢购，好吗？来，先帮我刷一整排八号上来先。刷整排八号上来。我家里是康健水，还要电解吗？不用了，你是康健你就不用了，因为康健来讲里面已经是 alkaline， 在家买有那个 hydrogen 了，明白吗 ？OK， 除非你在外面你喝不到自己家里的水，你就买多一支放在你的车或者放在你的公司，对吗？你就无时无刻你可以拿来喝 hydrogen water， 明白吗？很简单啊，来，所以各位朋友们，来，现在我给你们看啊 ，OK， 这个是我们普通水机出来的水 ，OK， 你们看啊，我验给大家看 ，OK， 它是属于什么性的水呢？这边摇两下给大家看先
OK， 看到吗？无可否认是有带绿色的，看到吗？对，中性、啊。带绿色的中性就是叫做中性水。中性水。中性水啊，来，现在我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OK， 很多人一直不相信我们人体是酸性，现在我做这个示范给你们看呢，是直接给你们知道。OK， 人体根本就是酸性的。来，现在你们看来，各位朋友们，这个中性水，来，我把它倒进去这个杯里面。到了过后呢，来，那各位朋友们啊，你们注意看啊，等下我会叫傻义用嘴巴来吹。我吹。为什么我叫他吹呢？因为呢，我们人啊，他本身就是酸性了的，所以连吹出来的气都是酸的，明白吗？来，我看一下口面啊，酷过水机还要电解，要。酷过呢，来 Desmond Law， 我本身我都是用酷过水机的，酷过它都是属于中性水，对 ，OK， 酷过都是属于中性水来的啊，所以也是要电解，明白吗？所以刚才我有讲过了的 ，OK， 如果你买碱性水机 Alkaline 都要几千块，如果你是要买到有 Alkaline， 再代买有 Hydrogen。OK， Kangen Water 要十多千，对，明白我的意思吗？来，所以各位朋友们，来，现在你们看啊 ，OK， 现在里面的这个颜色呢是带绿色嘛，对不对？所以等下傻义用嘴巴吹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它瞬间变成黄色，对吗？有看到的朋友啊，打有上来，对，好吗？跟我互动一下 ，OK， 给我确定你们是有看到的啊，来，所以傻义准备好啊，一二三，吹。啊，你们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各位朋友们，世界是瞬间变成黄色的，有没有看到 ？OK， 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世界黄黄了。嗯，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人体呢本身就是酸性了，吹出来都是酸性、啊。所以你们不要再喝酸性水呀、啊。对呀、啊。OK， 真的酸上加酸，很严重的啊。来，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来给你们看啊，我把这个东西比喻成我们人体啊，人体是酸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喝碱性水 ，OK。来综合掉，看到吗？看到吗？综合掉呢，我们人体的酸性。对，综合掉酸性。OK， 非常的简单啊。来，所以呢，现在呢 ，OK， 我们电解出来的水是什么水呢？我们直接验给大家看。OK， 我们直接验给大家看啊。OK， 我们直接验给大家看。所以来讲，有很多人打上八号啊。来，我等下我会报价啊。小帮手，帮我打上来限购三十台先，帮我打上来限购三十台先啊。OK， 来，各位朋友们，看好好啊！这么有生气点的，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了啦。这么有生气啊？因为他知道我又在卖批发价了。哎呀 ，OK， 来，各位朋友们，这个是我们电解出来的水，你们自己看啊。OK， 同样是普通水机出来的水，看到吗？可是经过我们这台机电解出来过后呢，看到吗？它就变成碱性水。碱性水。看到吗？是直接变成蓝色的。看到吗？是直接变成蓝色的啊，在位的朋友们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来，安利水机连宽列可以，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啊。所以各位朋友们，这台机的好处，第一，它可以让你喝到 alkaline 水， okay. 就是碱性水。碱性水。第二，它有那个 hydrogen， 它的 hydrogen 它可。电解出来过后呢，它的浓密度可以去到600 ppb。对，600 ppb 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位的朋友们 ，OK。所以现在我报价了啊，三十台给你们抢购 ，OK。原价听好好，1099。对，1099啊。如果呢，各位朋友们，你们没有舍位过价格，你们可能不知道。有舍位过价格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知道的，千多块的。今天凡是有分享的朋友，你们有打上二号对吗 ？OK， 1099不需要，不需要。OK， 1000、900、800、700、600、500、400，包括300我都不要。对，300都不用。OK， 直接给大家是批发价啊。所以如果有能力的朋友，直接买两台，为什么呢？厂家是鼓励大家买两台，为什么呢？两台更加划算，两公婆一起健康，明白吗？来，所以呢，今天的价格，各位朋友们，一百
99块直接带走。对，199直接带走。如果买上两台更加优惠，两台只需要350令吉。对 ，OK， 350。所以各位朋友们要下单很简单，你要一台你打 A 加E， 你要两台你就打 A 加二，明白我的意思吗？西马的朋友，不管你买一台两台，邮费都只需要10块钱。10块钱。OK， 东马邮费一台20令吉，两台的话呢30令吉邮费。新加坡我们是算包邮，算新币，一台是多少钱了？新币我忘记了。96。新币一台96块，两台呢160新币啊，很简单。对，所以要的朋友呢，可以自己打上来啊。所以 ，on 这个是多少个容量对吗？500ml 啊。对，500啊。500ml 啊，500ml。所以呢，刚才有一个顾客啊，有打一个好评上来，我们有读到对吗？就是说，Queen。买了半年多，非常好，肚里有那个宿便，喝了很容易排便，太爱了，谢谢你，谢谢你 ，Queen，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好评，真的很多人啊，很多人的身体呢出了状况，喝了这个水呢都很好 ，OK， 就是刚才我讲的，你有尿酸，你喝了你改善，你每次小便有很多那种泡泡的，对吗 ？OK， 喝了也是改善，便秘改善。OK， 皮肤不好的也改善。对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朋友们，真的啊，真的很好用。OK， 来，所以呢，我先看一下 comment 先。OK， 多少容量有读了啊 ？OK， Kawi Water Kelvin Dan 可以啊，没有问题。可以啊，没有问题啊。Shelly Lee 要两台 ，Oibun Bing 要一台。Paul Sancho 要两台啊 ，Kelvin Dan 要两台 ，Karen Hing 呢来也是要一台啊。OK，Sales Collect 可以没有问题 ，Kelvin Dan 直接过来面交。如果面交的话呢，就不用给任何的邮费。对，明白吗？就不需要给任何的邮费啊，非常的简单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记得，有任何问题不明白不了解的，你们可以直接打上来。对 ，OK， 敢打上来发问啊，直接打上来发问啊。那么190。各位朋友们，有谁是刚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没有看到前面的实验？你们想要再看多一次的朋友，对吗？麻烦你们打上一个3号。3号。麻烦你们打上一个3号啊，给我看看呢，有多少个人有打3号上来，对吗？我重复再做示范给你们看。OK， 我重复再做示范给你们看啊。OK， 非常的简单。所以呢 ，Ali Chin JJ 叫我做什么 ？Ali Chin。OK， 是不是有帮我分享了？谢谢你啊。谢谢。Melissa Wong 有三高的可以喝吗？当然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OK， 这个呢，0岁到100岁都可以喝，你有病没病都可以喝，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朋友们记得啊。OK， 哇，那些摩托啊，都摩那个麦要给它放到这样吵的，奇怪哦。OK， 来，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瓶子呢 ，OK， hydrogen water 呢，大家记得，刚才有下单的朋友啊，记得勤劳去喝啊，明白吗？一天最少要喝5瓶 ，OK， 可能你会看到夸张，对吗？一天喝5瓶的 hydrogen water， 就相等于你一天你要吃100种的水果还有蔬菜，明白吗 ？OK， 100种的水果还有蔬菜啊，真的很好的东西来的。真的是很好的东西来的啊，所以各位朋友们 ，OK， 可以自己外面设备价格啊，真的是1000多块的啊。今天是给你们批发价，没有多，30台。30台而已。对，ET Pro 普通自来水可以吗？可以。不过你的自来水一定要煮过先。先煮了啊，可以。先煮了过后，沸腾了过后，然后饭给它冷了，对吗？才放进去电解。对。明白吗？才放进去电解啊。所以这台机呢，各位朋友们，你们收到。到货，我们有给你们一条 cable， 你们只需要充电 ，OK， 只需要充电啊，充满电3到4个小时，你们就可以用15到20次 ，OK。那么当你在充电的时候，对吗？它是红色的灯，满电的时候呢，它是青色的灯。那么在你们电解的时候啊，这边你们看啊。当你们在电解的时候，对吗？它是蓝色的灯，明白吗？蓝色的灯啊 ，OK， Sally， 请问要电解多久呢？3分钟。3分钟啊，自动的。3分钟好了过后呢，这个灯呢，它就会自动灭掉。灭了过后，你就可以打开来喝，明白吗？打开来喝啊，很简单啊。那么大家要记得一样东西啊，电解了过后5分钟里面把它喝完。五分
分钟要对，五分钟里面一定要把它喝完啊！因为为什么呢？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五分钟里面没有把它喝完 ，OK， 它的里面的那个hydrogen那个水分子，对吗？就会消失掉。消失掉了过后呢，你喝下去呢，就跟你喝普通水没有两样。对，明白吗 ？OK。就喝普通水没有两样啊！台七燕来买了两个很好用，对吗？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来，我们重新再做示范给大家看 ，OK？ 所以各位朋友们，记得一样东西 ，OK？ 记得一样东西啊，干 ，OK？ 我重新再做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就是呢，各位朋友们，这台机买了回家敢敢喝。OK， 敢敢喝，因为呢，很多人啊 ，OK， 如果你们对水不了解的话呢，基本上你们会就是说会一直在那边乱想，想什么呢？这种东西，这种科技电解了过后 ，OK， 电解了过后会不会变成肮脏水？那水到底还可以没有喝？啊，到底那个水啊，到底是能不能喝的，对不对 ？OK， 所以各位朋友们来，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先。这个实验呢。就是要做给做来的那个原因是什么？让你们安心去喝这一个水。对 ，OK。所以首先我们拿自来水先。自来水啊，首先我们拿自来水先跟它倒进去先。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看啊，自来水表面它是白的 ，OK， 你看不到，你看不出的，看不出它是肮脏的，对不对？实际来讲，它是肮脏水，还不能喝，除非你煮过了，明白吗？除非你煮过了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注意看 ，OK， 我们现在呢，我们就验它的 chlorine tester 啊，等下我会把这个 chlorine 呢倒下去，如果等下那个自来水呢，它是瞬间变成黄色，对不对？就是代表是肮脏的水，是不能喝的。来，所以来你们看啊，现在啊，各位朋友们，那我把这个 chlorine 给它倒下去先，有没有看到 ？OK， 瞬间变成黄色。有没有看到？所以自来水不能喝，这个是肮脏的水。OK， 那么现在呢，我们电解了的水，对吗？会不会变成肮脏的水呢？来，现在我们验给大家看。现在我们验给大家看啊，来，所以喝捞捞 ，OK， 多少钱对吗 ？OK， 还有谁不知道价格的朋友们，打上一个八号先。OK， 给我看看有多少个人还不知道价格，对吗？我重新再报价给你们抢购。OK， 我重新再报价给你们抢购啊！来，这个是我们电解的水 ，OK， 会不会是肮脏的水呢？来，马上验给大家看，看到吗？有没有看到？无论我是按多少都好 ，OK， 它都不会变色，有没有看到啊？各位朋友们。都不会变色，有没有看到？所以来讲啊，这个实验 ，OK， 就是要给大家知道，安心去喝这个水。对 ，OK， 安心去喝这个水啊。来 ，WK Link 要两台 ，Thomas Lau 也是要两台啊，可以啊。请问电了可以明天才喝吗 ？Danny， 电了如果明天才喝啊，就跟那个普通水没有两样。对，水分子没有两。对 ，Hydrogen Water 呢是它电解出来过后，对吗？它会有很多水分子。嗯、来，我给你们看啊，喝捞捞199吗？对，199啊。199再对，如果你买两台的话呢，就是350令吉。两台会更加优惠。啊，两台会更加优惠啊。OK，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要下单很简单，如果你要一台，你打 A 加 E； 你要两台，你就打 A 加 2， 就是那么样的简单。OK， 所以各位朋友们来，我找那个 video 给你们看，因为这边晚上啊，你们很难看到它里面的那个水分子。看不清楚。来，我给你们看。OK， 当你们电解了过后，对吗？你会看到水中呢，会有很多那种水分子呢飘来飘去，这种就是 hydrogen， 明白吗 ？OK，hydrogen。OK， 如果你每次喝水会喝到水肿的，你喝这个 hydrogen water， 你不会喝到水肿。OK， 明白吗？还有就是呢， hydrogen water 呢，它可以帮你中和，帮你排泄掉。OK， 身体啊不该有的那个自由基，明白吗？什么叫做自由基？自由基就是毒素。OK， 一个人中 cancer 就是自由基太高，对，毒素太多才会中 cancer， 明白吗？今天这个 hydrogen water 可以帮你们排泄掉，所以150位朋友啊，如果你们就是说你们还不了解的朋友，你们可以自己找 Google 呢，它会有很多资料，那个 hydrogen 呢会写在那个 Google 的，你们可以自己看啊 ，OK， 你们可以自己看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位的朋友们，来，所以现在啊 ，OK，
这个水我们已经验给大家看了。第二个东西呢，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水不要乱乱喝，明白吗？因为很多人呢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水， OK 就完蛋了，明白吗？喝错水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对吗？你家里的水如果是酸性怎么办呢？人体本身就是酸性了，酸性，所以如果你们还在喝酸性水啊，你的身体就会酸上加酸，对不对？很容易会有病痛的，各位朋友们，不要开玩笑啊，真的不要开玩笑。 OK， 我们家里的水机呢，通常很多大多数呢都是中性水的，明白吗？中性水啊，那么用我这台机，你把你家里的过滤水倒了进去，电解出来过后呢，它就会变成碱性水。对，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朋友们，以前你要买一个碱性水机很贵，你要买一个碱性水机加上有 hydrogen 更加贵，十多千，明白吗？更加的贵啊，十多千啊。来，林秀燕也是要一台啊。 OK,Joanne 来分享了，谢谢你。Angelis Low 啊，我的玻璃瓶玻璃瓶破了，有没有单买玻璃瓶的？有啊，有。如果那记得啊，我们里面这一个呢， OK， 它是上下可以拆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这个是钢化玻璃，很厚的，看到吗？很厚的，不过玻璃你也是要照顾，不要跌，不要敲到，跌到都是会破掉，明白吗？所以这个呢，各位朋友们，为什么我们要用玻璃？因为玻璃呢，它不会有毒素，不会沾味道，也不会有那个沾那个颜色色素，它不会沾，所以一定要用玻璃。可是玻璃你们一定要照顾啊，不要敲到啊，不要跌地上啊，跌地上肯定会破掉。如果破掉不用紧，可以找回 Onaga Kimo 买，我们这里有。OK， on by Kai， OK， 我已经买了，请问可以用温水吗？温水可以啊，不要热水，不要热水啊。Benny 用要两台，我们在哪里可以面交吗？喝老了，我们是在格蹦 ，KL 格蹦，在 KL 格蹦加加肉骨茶后面。所以如果是要面交的朋友，必须要在直播下单先，下单了过后才过来面交。如果面交你不懂得要怎么样来，你可以直接用 Waze， 你们打 Online Gagi Mall， 直接呢就会带你们过来我们的店门口了，很简单啊。来 Danny， 请问电解过后可以维持多久？五分钟里面啊，五分钟里面啊，各位朋友们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验那个水性给大家知道。 OK， 各位朋友们记得，这台机有什么水是不能电解的，我给你们知道啊。第一，自来水没有煮过的，没有煮过的自来水不能。 OK， 如果你的自来水是煮过了，沸腾过了，对吗？你放给它冷了过后呢，就可以电解啊。如果是没有煮过的是不能的啊。 OK， 那么第二，RO 水不能。对， RO 水是什么水呢？就是净老水，不能啊。因为 RO 水呢，它本身呢，它就是酸性水，所以你倒进去电解都好，它还是一样酸性，它不会变成碱性，明白吗？它不会变成碱性啊。 OK， Elena， 请问玻璃瓶多少钱啊？这个要问后台哦，这个你要去啊，你们直接 Messenger 我们小帮手问后台可以吗？ OK， 直接问后台啊。来，所以各位朋友们，所谓的RO 水呢，就是这个 RO 水，看到吗？就是这种 RO 水啊。 RO 水它本身就是酸性了的，所以来讲啊，不能拿来电解，明白吗？我们直接验给大家看，等下你们注意看呢，看这张图，这张图呢， OK， 我们验出来的水是什么颜色，就代表它是什么性。如果是这种红红还是橙橙的，就是酸性。如果是呢有带绿色的呢，就是中性。如果是带蓝色的呢，就是属于叫碱性，明白吗？来，所以各位朋友们来，现在这个是 RO 水啊。 OK， 我马上验给大家看。现在我们是验它的 pH， OK， 现在我们是验它的 pH 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来，我给你们看啊。 OK， RO 水呢， OK， 它是酸性的，所以它是红的，看到吗？它是红带这种层层的，看到吗？这个是酸性水。那么我们家里的水机呢，通常都是属于中性的，因为我们都是用这种，我给你们看啊，我们是用这种普通水机罢了的，我给你们看，看到吗？我们都是用这种普通的水机来的。 OK， 普通水机呢，通常全部都是属于中性，对，中性水啊。 WKLing 啊，普通过滤水机的水可以，没有问题，我们都是用普通过滤水机的水来的。 OK，
普通过滤水呢，它都是属于中性的。来，我们验给大家看。对，来啊，因为我们里面这一个水呢，我们都是装那、我们都是装里面的水机的。水机来。OK， 它是属于中性的。可是经过这台机电解了过后呢，等下我验给大家看，它变成什么水啊 ？OK， 它变成什么水啊？我给大家看啊，等下。OK， 进发来。要 A 加 E 单埋玻璃 ，OK， 去问后台可以吗？问后台问。因为呢，太多 spec box 的那个价格呢，我们没有记在这边啊，所以你直接问后台啊，或者后台懂的话打上来。刚刚进来没有看到是什么来的啊？这一个是 hydrogen water 啊，对 ，hydrogen water，OK，、okay? 来，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是普通水机的水，来，我验给你们看 ，OK， 我验给你们看啊。普通水机的水呢，它是属于叫 ，OK， 看到吗？有带绿色的，看到吗？中性。中性，看到吗？它是属于中性啊。来，所以呢，我们这台机电解出来过后啊，同样是里面的水机的水，可是电解出来会变成什么水呢？来，我们直接验给大家看 ，OK。嗯，进发有没有保价多久？来进发，我很坦白告诉你啊，如果你是在厂家买1099，它有保价一年 ，OK。我们这边呢，我们是卖你批发价格，不过还是一样有保价3个月 ，OK。有什么问题呢？直接可以找回我们 online Gakimo， 我们会跟你们对接厂家，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而且这台机呢，我至少卖了几千台了，没有问题的，你们放心使用啊。来。现在你们看啊，这个是我们电解出来的水，来，各位朋友们注意看 ，OK， 你们注意看啊，我相信呢，我不用摇你们都看到了，都已经看到了，已经变了啊，我不用摇你们都看到了，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喝的碱性水，对，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喝的碱性水啊，所以各位朋友们，人体本身就是酸性了，所以呢，记得不要再喝酸性水，你要喝的是喝碱性水，才可以中和掉我们人体的酸性，我们人体才可以 keep 这一个 balance 啊 ，OK。keep 这一个 balance， 人才会身体健康，啊、明白吗 ？OK， Anway 水机的水，可以吗 ？Simon 蛋可以啊？可以 ，Anway 可以啊 ？Anway 可以，没有问题。来，所以各位朋友们，现在我做多一个实验给你们看啊。OK， 我给你们看啊。我现在我叫傻义吹，为什么我叫傻义用嘴巴吹呢？你们看啊，现在这个是有带绿色的嘛，对不对？这个是中性 ，OK。等下傻义呢用嘴巴一吹的时候呢，它就会瞬间变成黄色。对，为什么？因为人体本来就是酸性了的，所以吹出来的气啊都是酸的。对，都是带酸性。都是带酸的。来，你们看啊，来，你们准备好啊，各位朋友们，你们注意看里面的那个水啊 ，OK。它会变成黄色的，来，3、2、1，开始。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OK， 有没有看到？在位的朋友们，有看到的朋友啊，有很清楚看到的朋友打看到上来。对，有看到吗？变色了。啊、直接看，打看到上来呀、啊，看到吗？是直接变到黄黄了的。刚才是有带绿色的嘛，对不对？现在直接变到黄黄了，有没有看到？在位的朋友，所以来讲是吗？你们看啊，人体本身就是酸性了的，所以你一定要喝碱性水。来，你们注意看。看到吗？来中和掉我们人体的酸性。对啊，是吗？现在又带变成绿色了，看到吗？啊，现在又变成绿色了咯，看到没有？在位的朋友们应该有看到了啦哦，来 ，OK， 应该有看到了啊。所以喝老老要加二啊，可以没有问题，要两台 ，OK。小帮手还有多少台？对 ，OK， 打上来给我知道还有多少台 ，OK， 还有多少台？那么呢，130位朋友们，还有谁不知道价格的朋友对吗？麻烦你们打上一个8号 ，OK， 打上一个8号啊，给我看看有多少个人还不知道价格对吗？我重新再报价给你们抢购，好吧，来。先打8号上来先啊 ，Adeline Oil 啊有看到啊。那么呢，这台机呢，各位朋友们，如果今天这台机好像这个，500ml 不够你喝，对吗？太少了。刚刚好，你一家人要喝 ，OK， 我教你们怎样做啊。OK， 我教你们怎样做，各位朋友们 ，OK， 比如说你整家人出去外面走街，对不对？500ml 不够喝，我教你去那种店啊，买一支矿泉水来电解。对，矿泉水可以直接电解。矿泉水都可以直接电解啊，各位朋友们，矿泉水都可以的啊，明白吗 ？OK， 那很简单，我们这台机呢 ，OK， 它这边呢，它可以直接锁上这一个电解器，这样子跟它锁上来。看到直接锁上。看到吗？直接跟它锁上来。
OK， 锁了上来，你们跟他倒反过来就可以了的。看到吗？啊，很简单，跟他倒反过来就可以了的啊。那么我给你们看啊，如果你们买矿泉水啊，不要买错啊。OK， 买青色盖的或者蓝或者那个蓝色盖的，明白吗 ？OK， 不要买到白色盖啊。白色盖不要买。因为白色盖来讲是吗？很多是 RO 水来的，明白吗？不要买到白色盖啊。所以来，各位朋友们，我教你们怎样看。OK， 你看到吗？青色盖子的呢，它有写着 pH 的。pH 7.6， 看到吗？它属于是中性，属于是中性啊。那么我这边我再做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我直接用这个矿泉水来电解，电解了过后呢，我等下我再验多一次水给你们看啊，等下我再验多一次水给你们看 ，OK？ 7.6 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有带绿色的这一边，等下你们看啊，电解出来过后呢，它会变成什么水呢？我等下我直接验给大家看。对 ，OK， 来，所以有很多人打上八号啊，来刚刚进来 explain 多一次啊 ，Karina 可以没有问题 啊，所以 Darklim 来也是要一台啊 ，OK， 还有最后几台，那边写最后十台，扣了 Darklim 还有最后九台，来我再报多一次价格。最后九台啊，最后九台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原价。1099啊，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它好像一只东西这样子，它很够力。如果你有在外面呢，有走费的人，或者你有跑百胜 Aeon， 如果你有看过这台机，你就会知道它的价格，对，至少要千多块。今天你有分享直播，你有打上二号 ，OK。给我的系统抓到你们的分享，对吗 ？OK， 我给你批发价格。OK， 今天各位朋友们有分享的朋友啊，听我讲啊，199直接带走。对，199直接带走。199直接带走啊。那么如果呢，买上两台的朋友更加优惠。对。两台呢，只需要350令吉。对。OK， 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要下单很简单，要一台的朋友对吗？你们打 A 加 E。你要两台，你就打 A 加 2， 明白吗？西马的朋友呢，如果买一台，邮费。十块钱罢了，一台两台都是十块钱。东马邮费一台20令吉，两台的话呢30令吉。新加坡的朋友呢，我们是算包邮，算新币，一台呢96块新币，两台的话呢160块新币啊。所以要的朋友呢，自己打上来啊 ，OK。要的朋友啊，自己可以打，自己打上来 ，OK， 来，所以呢，我看一下 comment， 看有什么 comment 没有读到。三分钟电解啊 ，OK， 三分钟电解，来 ，N Yen Kun，OK， 他是三分钟帮你电解好了过后，他的灯灭掉了过后，对吗？你就可以开出来喝了，对，明白吗？就可以开出来喝了啊，所以我看一下谁有下单 ，OK， Coco Yip 要一台。卡瑞娜也是要一台啊，爱康水机的水可以吗？太肉烂，爱康水机，坦白跟你讲，不能。爱康不能。不能，因为爱康是 RO。哦。啊 ，OK， 来啊 ，Dennis Gu 要一台啊 ，OK， 卡瑞娜呢是直接要两台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呢，来，你们看啊，现在呢，这个水呢是 pH 属于中性，那么电解出来呢？它就会变成碱性，就是 alkaline water， 明白吗？所以刚才我一直重复有讲的，明白吗？你们在外面买，你们买普通水机，通常都是属于叫中性，明白吗？都是中性水机。那么如果你要买碱性水机呢，要几千块， 对不对？如果你要买 alkaline 碱性水机，再加买有那个。Hydrogen 好像那种 Kangen Water 要十多千，不是人人可以买得起。OK， 包括这个瓶子啊，以前我在费那种呢，我做那种，因为以前呢，这姐还没有做直播之前呢，我们是做费的，做那种 home 费。OK， 旁边呢卖水机，他们都有卖这个东西，对，很健康的东西来的，我很想跟他买，可是我买不下手，为什么？千多块，对，千多块啊，各位朋友们，今天 online gaki mo， 各位朋友们，给你们一个。批发价，所以来讲啊，人人都可以健康，对，人人都可以健康啊。买三架多少钱呢？好捞捞，你买一台是199，两台呢是350令吉，第三台起呢就是加175块。对，第三架175块。对，第三台加175块啊。那么要用什么水呢？太用链啊。OK， 什么水都可以，只有 RO 水不能。对。OK，RO 水不能，还有就是呢那个自来水不能。如果没有煮过的
的自来水不能拿。如果你的自来水是有煮过了，有沸腾过了，然后你放给它冷，你就可以电解，明白吗？OK， 就可以电解啊。塞闷蛋来要两台，羊毫要两台，喝了会去掉三高吗 ？OK， 李令讲去掉三高，我不敢讲。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啊 ，OK， 我们这边有很多顾客都是有三高的，他们喝了有很多改善的。就是很多顾客呢，为什么我对这台东西会那么有信心？因为我们全部人都在喝。全部人都在喝，而且呢，很多顾客他们都是在勤劳着，一直在喝，都有 feedback 回来，都有 feedback， 喝了不会便秘，对，常常便秘的朋友啊，喝了不会便秘 ，confirm 啊，不会便秘啊。第二，喝了不会水肿，水肿，因为水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的身体的细胞很难吸收水分，对 ，OK， 这个它是有水分子的，它是 hydrogen， 所以很容易吸收水分，明白吗？你的身体。那么第三，它可以排泄掉，它可以中和掉你身上的自由基，自由基就是毒素 ，OK， 所以你们可以上网去查资料，自由基是什么东西来的？一个人中 cancer。就是那个自由基的指数太高，毒素太多才会中 cancer， 明白吗？它可以帮你排泄掉，明白吗？很简单啊 ，OK。第四呢，它就是可以让你喝到那个碱性水，碱性水可以喝到碱性水啊。来，所以现在啊，各位朋友们，这个水呢已经电解好了 ，OK。这边有写测了的啊 ，OK， 这边有写测了的 ，pH 7.6， 它是属于叫中性水啊。可是我们电解出来过后呢，变成什么水呢？我这边验给大家看 ，OK， 我这边验给大家看啊。来，李令，这个是多大个对吗？500 ml 啊，这边有写测了的500 ml， 看到吗？500 ml， 每次电解三分钟，一天最少要喝5瓶啊，明白吗 ？OK。可能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很夸张，不过你自己上 Google 找，全部 hydrogen water 都会有写着这个东西的，这个是有科学家验证出来的，明白吗？你一天你有喝5瓶的 hydrogen water， 就相等于你一天你要吃100种的水果还有蔬菜。OK， 不是玩玩的啊，这个东西真 的,、啊、真的不是玩玩的。来，所以各位朋友们，来你们看啊，现在这个是刚才我们的矿泉水吗？对不对？中性水来的啊，可是电解出来变成什么水呢？我这边验给大家看 ，OK， 我这边直接验给大家看啊，来，那个盖子给我一下 ，OK， 哎，你拿错罐子了，这个是刚才酸性水的那个罐子来的，你倒掉，倒掉洗一洗它，要不然因为它里面有带酸性的话来讲，它验出来是酸性的 ，OK， 大家等一下先啊 ，OK。大家等一下先啊 ，OK， 来 ，Ken 要要两台可以啊 ，Nest 的过滤水可以吗？来，再倒 ，OK， Nest 是有企鹅的是吗？啊，对，企鹅的啊，有企鹅的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普通水机的水可以吗 ？Adeline Oil 可以啊。普通水机的水呢，就是等于我们这一我们里面的水，我们这一个水呢，也是用普通那个水机里面的。也是普通水机里面的水来的 ，OK。可是电解出来过后呢，它会变成碱性水，明白吗？它会变成碱性水啊，非常的简单啊。来，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来给你们看啊 ，OK， 看到吗？直接变成碱性水，有没有看到？非常的简单啊 ，OK。来，所以一天要喝多少瓶啊？太肉练啊，一天最少5瓶。5瓶。一天最少5瓶。喝老老，你写刚才你写 A 加，写加二嘛？现在你写加一，你是要多得多少台喝老老？如果你多得要3台，你打 A 加三。A 加三。啊，你打 A 加三啊？电解过后要马上喝吗 ，Darling？ 要。要一定要马上喝啊！因为呢，我给你们知道，它里面会有水分子的，来那个黑板拿来。那个黑板拿来啊，你们看啊，你们注意看 ，OK， 有看到吗？等它电解好了过后呢，它里面会有很多那个水分子的，有没有看到里面在飘了？不要看它那个气上来那边，你们看旁边这边，你们看旁边这边啊，很多幼幼的那些啊，有没有看到有那种小小粒的、小小粒的那个水分子在那边飘的，那个就是 hydrogen。这边晚上了，所以你们很难看得到。有看到吗，各位朋友们？有看到的朋友打有上来可以吗？
给我 make sure 你们有看到 ，OK， 或者我给你们直接看 video 了哦 ，OK， 看我那天我在下面拍的，这样子你们会看到更明，看到更清楚，更清楚 啊，这样子看你们就更清楚，啊，看到吗？里面会有很多水分子的，有没有看到各位朋友们？看到吗？你们不要看它电解上来的，你们看它里面啊，那个水分子一直在飘的。OK， 那个就是 hydrogen 啊，那个就是 hydrogen， 明白吗 ？OK， 请问电解的钙过后要买吗 ？Joanne Tai 啊，记得这个电解器呢，它有寿命的啊，它的寿命是20000次。20000次啊？20000次。那么如果呢，怎样知道它的寿命已经完了呢？就是呢，当你开电的时候，对吗？它没有那个氢气上来，就是代表那个寿命已经完了，你就是换掉那个电解器就可以了，明白吗？就直接换掉那个电解器就可以了啊，很简单啊 ，OK， 非常的简单，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Peter Chan要两台啊，我再喝了，真的对身体有健康的。何老老，谢谢你的好评，谢谢你的好评，谢谢你的好评啊！如果是 RO 水是电解不到吗 ？Lilin， 不是说电解不到 ，RO 水可以电解，只是说呢，你电解了过后呢，没有效果的，没有。它没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酸性啊，改变不到它，改变不到那个事实，明白吗？李令，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 Karen Lim 科威水机可以啊，没有问题啊。OK， Sally 也是要一台，李令 啊，能用多少次？20000次啊。电疗可以放多久 ？Karina， 电解了过后不能放啊。OK， 你们看啊，现在已经电解好了，这边你们看得到吗？你们注意看啊，电解完了过后，里面还有很多。看到吗？那个灯已经灭掉了了，可是你们看到吗？里面呢？会有很多那种水分子飘来飘去的，你们很难看得到，因为晚上了现在 ，OK。如果你5分钟里面没有喝完，它里面的那个水分子它就会消失掉，不见了 ，OK， 它就是不见掉了，不见掉了呢，你喝的时候呢，跟你喝普通水没有两样 ，OK。不过大家要记得啊，不要紧啊，你听我讲啊 ，OK。比如说你们电解了忘记喝，或者电解了你们喝不完，你们喝到一半，不用紧的。可以重新电解的，一直可以重复电解，一直可以重复电解的。你电解多少次都好呢，它都不会影响到那个水的，明白吗？不是讲电解5、6次啊，那个水就是变成肮脏的水，不是 啊 ，OK， 不会这样子的啊。何老老要3台可以啊 ，charge 一次可以用多久呢 ？OK，charge 一次啊 ，OK， 3到4个小时，可以用15到20次 ，OK。如果你真的呢要健康啊 ，OK。要健康啊，你不要单单喝5瓶，你敢敢喝它10瓶、15瓶。对，你能喝多少喝多少。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因为呢，水很重要的，水喝多没有害的嘛，对不对？喝越多越好啊。对啊，5分钟里面喝完啊，对 ，Coco 要啊 ，Coco 啊，什么是父亲？父亲就是 hydrogen， 明白吗？在国内我们是叫做父亲。父亲水，如果是在那个在日本他们叫水素水。水素水。OK， 这个水素啊。在日本是叫做水素水，明白吗？水素水啊，很简单。Hydrogen 呢，其实一定我分析给你听啊。普通水机都是属于叫中性水的。对。那么如果你要买 alkaline 水机啊，就是碱性水机啊，要几千块。对。对不对？那么 OK， 你要买一台有 alkaline water 就是碱性水机，再加上有 hydrogen 啊 ，OK， 就是要10多千了，好像那种 Kangen water 啊，就是要10多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朋友们 ？OK， 来，所以很多人有看到啊，电解器多少钱呢？来 ，Simon Dan， 电解器啊，你是说下面那个电解器是吗？电解器来讲啊，改次你们要买啊，我坦白告诉你们啊，199。电解器199，也是一样199啊，因为它的电解器是最值钱的，所以你们改次电解器用完了，你们买电解器呢都是199的，明白吗？因为不能再给你们最低的价格了，这个已经是批发价了，明白吗？已经是批发价了啊 ，Simon Dan 啊，希望你了解啊 ，OK， Covid RO 是。Covid 是 RO 还是中性呢？如果 Kenya， 如果你是你买那个 Covid 水机对吗？看你是买哪一个款式，哪一个款式啊 ？OK， 你去买 Covid 水机，它一定有介绍给你知道的。一下你的 A 就 OK， 通常都是属于中性水机了的，通常都是中性水机了的啊。那个里面的塑胶圈有卖吗？你是说里面这一个 silicone 吗？
里面那个 silicone 对吗？有啊，如果改次你们要找 spare part 有的买的啊，任何一个 spare part 小零件都有。那如果你是如果看到有肮脏，它里面的那个 silicone 啊，可以拆出来，可以清洗的，清洗了过后你们再跟它放回去，明白吗？ OK， 很简单啊。可以和西药一起吃吗？可以啊， Adeline，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啊。 Apple leaf 水鸡可以吗？ Simon Dan， Apple leaf 我没有听过咧，没有看过啊，我没有看过咧 Simon Dan。 不过基本上呢通常都是属于中性水鸡来的。 OK， 因为基本上啊 RO 水鸡来讲是吗，基本上是很少出了。现在呢，现在的时代来讲，近这一两年呢，通常全部都是出中性水鸡，或者是出碱性水鸡，要不然就是好像 Kangen Water 那种呢十多千的水鸡了的。现在的时代已经变成这样子了的。所以来讲 Apple leaf 虽然我没有听过，OK， 通常都是属于中性啦哦。OK，MP 水机还需要做电解吗 ？MP 是哪个 ？MP， 如果你们讲水机的水那个水机啊的名称啊，可以不要 shortcut 吗？因为我没有听过的 MP 水机。啊。MP 水机没有听过啊，所以110位朋友 ，OK， 已经卖够了啦，好不？够了啦。卖够了来。OK， 如果呢，因为现在差不多要下播了。OK， 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不明白不了解的，你们可以打上来，可以打上来啊。记得啊，这个水天天喝，喝了好介绍朋友， OK， 介绍朋友来好不好？不好，真的有很多人喝了真的讲很好。比如说有些顾客啊，因为女孩子呢会比较容易便秘，很奇怪的，因为女孩子的构造啊，我觉得构造真的女孩子的构造啊，她会比较容易便秘，所以来讲是吗？我告诉你们各位朋友们，喝这个水不会便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个顾客啊有讲了的。还有就是呢，常常有喝酒，好像我的很多人呢，因为有也是有很多个安哥有给我买呢，我们是有喝酒吗？喝酒我们撒尿的时候啊，会有很多泡泡。OK， 你喝了这个水呢，不会有泡泡的。有尿酸的朋友啊，包括呢有皮肤啊，皮肤敏感的朋友啊 ，OK， 喝了都有改善。所以你们记得一定要勤劳喝，明白吗？那个电解器里面的塑胶圈白色的，Bong Weiping， 你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啊？那个有多好，没有多好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另外买。那个有多好，没有多好不用买，没有关系到的啊。Jaslyn Toy， Jaslyn Teo 要 PM， 不需要 PM 了啊，直接在直播下单。Jaslyn， 你要一台，你打 A 加一；你要两台，你打 A 加二。OK。Natural Pure 水机可以 ，Simon Dan 可以啊，那个水机可以 ，OK。我问朋友要买吗？才一起买可以吗 ？Joanne 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或者你现在呢？你我怕你的我们差不多卖完了咯，差不多没有了嘞。所以 Joanne 啊，你们要下单，你们先下单先。你打上来，你先打上来 A 加一先。你打了 A 加一过后对吗？你打了 A 加一过后呢，你才问朋友。那么问朋友啊，朋友想要两台，要的话呢，到时你再跟我们后台加单。你先打上来先，打上来一台先。Simon Dan， 你的水机可以没有问题，你的水机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来 ，Jaslyn Dio A 加一台吗？还是两台？还是三台。多喝椰水，多喝椰子水，什么来的？哼哼哼哼。是椰子水的话，哎呦，很多蚊子的，很多蚊子啊。喝了能去黑斑吗？李令，不一定的啊。难讲啊，不一定的啊。有时来讲啊，我们人体喝的水啊，水是什么？好像你看啊，人有时老，有时都是有关于到水的，明白吗？好像我这里都是一直要 keep 回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喝酒喝太过太够力了，喝太够力了。现在啊，搏命吃保健品啊，搏命喝这种很好的这种水啊，怕死了，怕死了，真的怕死了。健康很重要啦，真的。OK。Jaslyn Dio 要两台，Bong Wei Ping 也是要两台，可以没有问题。Simon Dan OK 啊，所以来讲啊，如果能的话呢，一百位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下单的朋友啊，如果能的话 ，OK， 收到货的时候拍一张照，拍一张照片，自拍先，然后呢，你喝了一个月过后，你再拍一张照，你就会知道了，有分别的，真的是有分别的啊 ，OK， Joanne Tai 的也是要一台 ，Ali 进来 ，Thank you 啊。所以一百位朋友们 ，OK， 我们现在要下播了，现在要下播了。今天没有 FM 哦，啊，今天没有 FM 啊。所以如果是新朋友啊，记得
关注我们，去我们的主页点赞 follow 我们，把直播设定优先观看，因为 online Gakimo 呢会有很多新产品呈现在直播，而且 online Gakimo 卖的产品呢，第一我们有 quality， 第二呢 OK 给你们的价格全部都是平民价，明白吗？给你们的都是平民价，没有跟你们那个刀乱砍的，没有的啊，没有那个刀跟你们乱砍的，明白吗？所以来讲呢OK， online Gakimo 不只是卖东西，很多吃喝玩乐都会呈现在直播，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呢都会有深夜 FM 跟你们聊天， OK， 所以啊大家记得还没有去我们主页点赞 follow 设定追踪的朋友们，现在帮我做掉这个东西好吗？现在帮我做掉这个东西，一台多少钱啊？ OK， 一台199块，两台的话350令吉，OK， 要一台打 A 加 E， 要两台你们打 A 加 2， 你们打 A 加2啊， OK， 所以弹幕一发我也是有报，我报价了啊，慧珍啊，慧珍两台多少钱已经有报价了，所以如果你们要下单你们现在可以打上来，你们现在可以打上来啊， OK， 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会开新产品给你们， OK， 所以你们可以进来看，又好用又实惠， OK， 又好用又实惠啊，不用不用今天在外面买的价格， OK， 在 online Gakimo 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给你的是平民价， OK， 给你们的是平民价啊，所以大家没有问题了对吗？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下播了，下播了啊，有说明书吗？ Adeline 有啊，我给你看他的说明书，拿出来一下，我给你们看他的说明书一下啊，这边有了， OK， 你们注意看啊，你们看啊，它这边里面有说明书的父亲水杯啊，来我给你们看，它里面它有解释这那个什么是水素水，什么是 hydrogen water 啊，里面它有写到完的，看到吗？ OK， 什么叫做自由基？ OK， 什么叫做水素水抗氧化作用？有没有看到说明书？全部有在里面的， OK， 全部有在里面的啊， Adeline 有没有看到？有看到打一个 OK 给我啊， OK，有看到打一个 OK 给我，每一台里面呢，每一台里面都会有说明书的，对 OK， 电解的盖有买吗？电解的盖你是说它的电解器吗？对不对？电解器呢，它的电解器呢可以用2万次，你用到它它没有出那个氢气了过后对吗，你就跟它换掉就可以了，不过我给你们知道啊，你换掉这个电解器啊都是要199，因为厂家呢已经是给你们批发价格了的，OK， 真的外面找不到的啊，这一个来李令也是要 A 加 E， 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大家没有问题了对吗？我们下播了啊，所以呢感恩大家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我，对 OK， 那么专注的听我讲这一个父亲水杯的这一个知识分享给大家知道，感恩大家，也感恩大家进来呢有帮我分享这一场直播， OK， 也是有支持我帮我下单，感谢大家。Karen Lim 要一台， Gun Su Jun 也是要一台，谢谢你们啊，所以来讲啊记得拍照啊， OK， 收到货拍照，喝了一个月再拍照， OK， 如果不嫌弃的话发过来我们 Messenger 分享给我们的顾客也好， OK， 分享给我们的顾客也好啊，所以来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呢是 Online Gakimo 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直播平台，我是 JJ， 旁边这一个呢是傻义，是啥意啊，所以来讲春来动来也是要一台可以啊， Adeline OK 啊， OK， 大家晚安了，晚安，明天再见， OK， 拜拜拜拜。